另一方面还有一个就是这个假体分为常用的假体呢，是两种材料的，一个是硅胶，另一种是膨体，应该讲是各有优缺点的。硅胶的假体已经应用很多年了，也是非常安全的。它的缺点呢，是因为它是光滑的，所以跟这个周边的组织呢无法长到一起，只能被周边的包膜固定在那里。这是它的稳定性，就是跟组织的粘牢的这个性能不如这个膨体。膨体的稍微贵一点，它的优点是能够跟周围的组织长到一起，因为它是多孔的形态，自己的肉呢能够长到这个假体里面，就可以把它牢牢地固定在那里。这是膨体的这个优点。